来 check in Airbnb。 小小的 studio house。这里上去就有一间 master room。 这里有个小小的隐藏厕所。这个是在南华医院对面的早餐店，在桥旁边的小路就要进来了。档口也不多，就几样地道的食物。吃饱后来 IQ 逛逛。